大家好，我是識鐵砂掌的 Theo。 因為我現在回到香港，所以我後面的背景也不一樣。今天我們就要講這個我在日本的時候所買的冷木版46的周邊，可以說是。首先我們要介紹的就是我買了一隻碟啦。因為我都跟大家講過我是會去全額的，所以我是那些會複數購買的。在跟香港買有什麼分別呢？最重要就是它是日版來的，還有不同地方會有不同的店鋪特點的。有時候就會送 poster， 有時候就會送 postcard 這樣啦。帰り道は遠回りしたくなる，我哋 Na 站嘅卒業シングル，咁咧我亦都系買咗四隻嘅。咁啊喺我最後翻嚟之前咧，我就買咗呢隻星膠，因為咧我真系唔會再去全額啦，所以我就買咗一隻做紀念就算。咁全額券仲喺度嘅，遠 scan 個 QR code 送俾你哋。日本偶像 CD 最重要的就是山社的。那些山社我中了些什么 ?Yoda 啦，有这个叫 Miona，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?Hinako， 还有蘭社的。帰り道は遠回りしたくなる的那个 single 的，那四张就是这四张。那就有 Ik ちゃん啦，有 Nagata Kana， 这个是什么 ?Miona， 跟着之后还有呢有这个。最後就是星膠啦，ヨンキセ的早川聖來。除了碟之外，最重要的我就買了這個NANASE的卒業 Postcard Collection。 我這個時候買這個時候我都猶豫了很久，因為真的不便宜，這個是5000多日圓，差不多6000元，即400-500港紙，我唔記得咗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我同朋友商量啦，佢問我裏面有幾多張，跟我同佢講500幾、600幾張，跟住佢話：咁呢一張都係1元啫。咁跟住我俾佢咁樣說服完，我就買咗啦。咁呢盒嘢咧裏面咧就有500幾張、600張嘅 postcard 啦，咁全部都係滿滿都係 Nana 借嚟嘅。咁呢個我真係想特別咁同大家講解一下，因為咧。呢個嘢真係幾貴，所以我想同大家 show off 真功夫。因為我哋可以睇到呢個嘅 Nana 蛇咧，由呢個嘅清潔 Nana 蛇開始啦，到中期嘅 Kizuita na kata omoi 嘅嗰種大氣，嗰種氣質就開始出現嘅。咁跟住之後去到咧，真係變咗我哋嘅時尚指標嘅，哎呀，見到個樣添 ，Influencer 嘅 Nana 蛇啦，一路去到就快要畢業。嘅嗰種超級無敵 Nana 蛇嘅，好咁接住落嚟咧，就是我哋嘅乃木坂最出名嘅寫真環節。咁就係呢啲就係雜誌同埋寫真，我喺日本時候買嘅。咁第一本想講嘅就一定係乃木坂，一放唔到中間嘅呢個中間，係由 member 佢哋自己影嘅相啦。咁跟住之後再集合成一本書咁樣嘅。系啦，呢本其實我都係未睇曬嘅，因為我嗰陣時成日都係又係打開一陣間，跟住之後去做其他嘢，搞到唔記得咗睇。不過咧，因為係 member 自己影嚟，所以啲相咧其實都頗模嘅，同埋最重要係呢本係全員寫真嚟嘅，即係講緊你咩 member 都有，所以其實可以乜嘢人都可以見到啦。所以買咁之後就係有呢本叫 Right Graph 啦。咁呢本嘢其實係大家都係為咗 Maya 嘅封面所以先買，我都唔例外嘅。不過呢本嘢都其實幾好睇，因為除咗 Maya 之外咧，仲會有 Watanabe Lisa 啦，跟裏邊仲有其他人嘅 AKB 嗰啲，我都唔係好記得啦。只不過係衝住 Maya 買嘅 Hinako 嘅寫真集。咁咧，我喺曾幾何時咧，我係有講過 Hinako 係我二期裏面第一個推嘅人，亦就係咁嘅原因啦，所以我就買咗啦。整體個嚟講係幾好睇，同埋佢係去外國度影噶啦，咁所以如果係 BD 嘅話都買。Ik ちゃん嘅第二本寫真集，咁呢本書咧亦都係出名在咧青筋通都係買。如果封面是《曼阿珠》或者是呢個嘅《Nana》，我是一定會衝咗去買嘅。咁就係呢本啦，
咁其實都係包住膠，因為我買嗰度嗰陣時候都係包埋膠俾我。咁我睇完即係，因為裏面嗰啲嘢都唔啱你睇，我睇一眼我就收翻埋佢，就係睇封面嘅啫。咁我就包翻埋佢啦。咁通常咧買呢啲雜誌嘅時候咧，好似你細個嘅時候買 Yes 咁樣嘅。咁樣咧嗰陣時買呢本咧送嘅係呢個，裏面係送 poster 嘅。即係佢係裏邊，即係你要剪出嚟嗰啲，跟住我嫌麻煩，所以我就冇剪出嚟啦。下一本咧就係呢本講諾基沙加嘅呢本，其實我係為咗佢送嘅 file 我先至買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卡茲尼同埋曼德茲嘅，係啦。咁我都係唔開啦，因為我通常都直接黐喺牆上，即係嗰陣時咁樣黐喺度咁樣，即係慰藉下自己心靈。咁裏邊有啲咩睇咧，我都唔係好記得啦。哦，裏邊原來仲有 poster 㗎。之後有彩訪談啦，即除了奶木板之外的東西都是其他人的訪談的，所以我是沒有看到的。下一本就是 Nana 蛇，這個是 Nana 蛇封面，所以我才買的。這本好像是對了，只是封面有 Nana 蛇，我記得裡面都好像是沒有 Nana 蛇的，好吵啊你兒子。這本呢就是為了封面和那個 poster 買的，我是為了這張 poster，因为全部都是 Nana 蛇嚟嘅，系啦。反面咧就系呢度，系啦，就系咁啦。咁仲有一本《曼纳兹》，咁呢本咧其实佢有即系里边除咗有 poster 之外咧，佢仲送咗一个 file 俾我嘅。不过咧真系好 QQ 嘅《曼纳兹》，所以我哋忍唔住买啦。咁咧佢送嗰个就喺呢度。以上咧就係我喺日本時候買嘅道爾沙加嘅產品啦。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咁就中意我條片嘅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咁之後嘅片就之後再講啦，拜拜。